风从南到北，整个冬季无可为议。你如风儿似雨，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，相念相别离。如果我爱你，和你倾听风的呼吸，如果我爱你，心是无声的默契，如果我爱你，十里春风不如你，如果我爱你，听随鱼儿相惜相依。当然了，要不怎么那么多人为了他奋不顾身？百惠，你觉得呢？还没想好。小红，你呢？如果我的爱人遇到了危难，我情愿为了他去死。你真这么想的吗？废话，难不成你的爱人遇到了危难，你就撂挑子了？我不知道，再说了我也没遇到。我靠，什么人啊，是不是人啊？也许他是真的没想好。心仪，心仪，你在？谢谢。心仪，心仪，你出来吧。我也是学医的，我什么没见过啊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接受。就算你变成妖怪了，我都认。你看啊。你叫妖怪，我叫妖刀，咱俩是不是绝配啊？心仪，
出来啊，汤都凉了，你得趁热喝了。听话，出来啊。自己给剃光了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想让我看到这个难看的过程，对吧？但是心里我告诉你，你是全世界最勇敢。Thank you.
说了吧。看上你就饱了，还有功夫贫呢。好喝吗？请进。有事儿？我要退出柯迪松。因为心仪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意义了。医学是人类最稚嫩的学科，在所有关于生命的学科里，只有人对于自身的研究是最匮乏、最稚嫩的。只有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我们才会看到希望。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，医学还会有进步吗？是，你说的对，这些道理我都懂。可是唯独这道坎儿，我过不去了。你回去吧。同意了。如果你要离开这个小组的话，我是不会让你毕业。我相信人和所有的教授都不会让你这样毕业，不管你的父亲是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懦夫，一个逃兵。你根本不配拥有任何的学位。你别给我摆出一副可怜相，我最讨厌一个男人这副德行。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很痛苦是吗？那种心如死灰的感觉你从来没有体验过。我告诉你秋水，你的离开只会加速心仪的绝望和死亡。你这么做跟刽子手有什么区别？好，滚吧。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抱歉。还在扩散，别看了，休息会儿吧，再把自己搞坏了。特别恨我自己，因为我那么熟悉的人。
眼看着他在我面前一天一天的腐烂，我现在似乎都能听到癌细胞在撕咬他的声音，我浑身是劲。可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我现在真想找一个人好好打一下，可是我就是找不着那个欠打的人，你明白？你明白我的感觉吗？啊，明白。你现在很挫败，但是秋水，我告诉你，死这种事儿见多了你就习惯了，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有免疫力，你才会不受感情支配，你才会成为更好的医生，明白吗？不可能，我做不到，我永远都做不到。实习医生我已经干了四年，整整四年，我以为我已经变得很强大了，实际上我他妈仍然那么脆弱。振作点行吗？这句话我已经对我自己说了足足500多遍了，可是没有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出去喝两杯。你认为我现在还有心情喝酒吗？啊！你用脑子想想都知道，我喝得下去吗？从这个时刻开始，我放弃了医学意义上的全部努力，因为比我优秀的更多的医生，如柳青，如梁主任，他们穷其半生的心血和精力，苦苦追寻，也还在途中。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救不了心仪的命。但我可以想办法让心仪走得好看，少些遗憾。于是我们927临床医学全体博士生三次向院部请愿，希望院长们能够率先垂范他们唯一为师的高贵品行。不久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个时刻。尊敬的各位同仁，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，是要举行一个简短而庄重的仪式，是为我们仁和的校友提前颁发博士学位。这在我们仁和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，而且是前所未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之前，院部收到了这位校友一份遗体捐赠声明，他认为自己罕见而独特的病理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，所以他决定将自己完整的遗体捐献给母校。心仪同学，我非常敬佩和欣赏你的勇气，真诚地感谢你对母校的爱，对医学事业的爱。这是一份炽热而厚重的爱，这是对希格克拉底誓言的忠诚的敬意，更是我们仁和医学院的成就和光荣。作为赞赏与回馈，学术学位委员会经过认真的审核和评测，决定颁发给心仪同学博士学位。心仪同学，恭喜你。接受博士学位证书，并与院长合影留念。学术摄影学位结束。
现在，后婆，这交给你了。心怡，你肯定很费劲，被什么领导下去了，我却上来了，稍安勿躁，真相马上揭晓。心怡，听口令，稍息，稍息。消息就算了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太困难了，咱们来个实际的啊。心怡，听口令，立正。向后转，转，小红，请拉开大幕，这次千万不能出错了啊。和妖猫同学的婚礼是杨月，杨月，杨月，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啊，杨月就是妖刀，妖刀就是杨月。秋水小白杜仲黄芪，
还有顾小曼、优月，你们几个250也太随随便便，整天要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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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叫。八年大学上下来，我都忘了他本名叫什么了。行了行了，你这一触摸到话筒吧，你就停不了，你就找不着北了。说正题。好，说正题，说正题。这个婚礼不是市井的，是俗的和法律的，但这个婚礼是源自一段持续了八年至今的伟大的坎坷的爱情。前因后果、史前外传什么的我就不用多说了。好，下面请新娘致辞。心怡，请你原谅我，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和他们一起策划了这个婚礼。遇见你是我的荣幸。离开你是我的悲哀。所以请你在还能呼吸还能倾听的时候，请你接受我的这个礼物，这个简陋仓促的婚礼。我好吧，我就说这些吧。好，新娘的致辞虽然简短，但是充满了真情实意，充满了爱。下面请新郎致辞。心怡，好好好，新郎明显是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。那么就有请新郎的几位死党、同学情谊深似海的小朋友们替他致辞。秋水，开始吧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，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，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，甚至日光，甚至春雨，不，这些都还不够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，根紧握在地下，叶相触在云里，每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，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。你有你的铜枝铁干，像刀像剑也像戟，我有我红硕的花朵，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。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，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。坚贞就站在这里，爱不仅爱你伟大的身躯，也爱你坚实的位置，足下的土地。
下面请新娘上台。新郎亲吻新娘，叫心仪，心仪花的心仪。哥们儿，必须是肝胆相照，两肋插刀。哥们儿必须是情同手足，门径之交。哥们儿必须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滚钉板跳油锅，为了一个信念可以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的人。因为这本书，我就跟姚涛在一起。给心仪献花，起立。
的。签证下来了吗？嗯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快了。干嘛走这么急啊？等毕业再走不行吗？不敢在这儿待下去了，没这个勇气。那你去美国学什么专业？MBA，工商管理硕士。那你不学医？不学了，永远都不会再学了。有的，你到洛杉矶之后提前通知我，我去机场接你，陪你办入学手续。我家离洛杉矶分校很近，就隔了三个街区。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，还是没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留不住的江河，江河心柔。